超抹茶甜蜜就来了，一直我的绿，原来是冰山溶液，甜而过了。拒绝焦虑，今天也要像甜品一样甜哦。哇，差点把冰冰都给忘了。这乐趣啊，咔嚓冰淇淋了，赶紧吃，快点留下来。满满的抹茶奶油，变为抹茶控的勾引。这比例很高，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后吃。吃多了过来人的经验，一般蛋糕蛋的奇奇怪怪的，很有特色，都不怎么好吃。这个是小牛。Hello， 其实我叫小河马。这两个人就很割裂不动。二是牛肉耐心，我们再吃一个趴累吧。